探视，我是小牧师。各位青年牧区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一周呢，我们就要恢复实体聚会了，非常的期待可以见到大家。这周六的青虫将会由整整哥来分享后疫情时代，不是后疫哈，我们该如何靠主刚强站立呢？提醒大家，周六见到整哥的时候，不要怀疑你所看到的他，他现在几乎是纸片人。让我们一起为着整哥健康瘦身来欢庆。相当的狗腿。好，过去这段时间呢，约书亚乐团都是在网络上面带我们来敬拜，真的非常的感谢约书亚乐团带着我们上山下海，无论是在地下室或者是在高山上，都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所以这个礼拜六呢，约书亚乐团也将会在灵粮山庄带着大家一起来敬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热情的敬拜神吧。本周的儿童及幼儿事工都恢复聚会咯，所以爸爸妈妈记得带着小朋友来参加幼儿和儿童的聚会。耶！青年崇拜，我们回来了。